就这样子，就是好，可以开始。然后再放一个十字架。嗯。不要，那个是提醒我，就是是没有问题，可是就是我没有照顾好。然后这个放上面。嗯。面饼要放吗？对，所以面饼的那个部分也讲一下好了，讲一下，大概讲一下就可以了。不是心理哦，是整个身体的状况准备好，真的。大面饼，我建议你就注意，这是小的，小的先放，小的先放，那就把身体准备好，然后上。就是你的身体状态都很好，大片是健康啊，嗯，可以，然后吃好，吃的是营养，好，就吃钙，剩钙，对，我就吃的营养。九折布，九折布，嗯，这是九折布。对，所以九折布，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就是打开，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叫九折布，然后这个十字是在里头的。懂吗？嗯，十字在里头，对它，因为神父这样一打开就是在里面，嗯，所以它一定是一打开就在里面。在做什么？因为我就问他，就譬如说，把这个十字放这边 ，OK， 嗯，然后这个是开那个身体开的钥匙，嗯，然后再拿出去，嗯，这个就完成了 ，OK。然后这个的话要装水哦，嗯，差不多装到八分。八分满就可以了。嗯，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这个酒的话，这个你应该想知道了吧？对，到这个地方。对，通常会到这里。然后那个要注意，它会不会松掉？还有，你对准酒放右边。酒要放右边。酒放右边，然后，这个矿泉水放左边。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就是说。整个上去、哦、如果说单独的话、嗯、一定是右手先给这个先给酒再给水 OK 要整盘这个放这边然后这是擦手布没有十字架的擦手布嗯没有十字架的 OK 就这边是这样嗯然后用过的要放在哪里用过的话它通常在这哦放在这边就丢进去。嗯。然后回来的话，就是弄好了，各就各位。嗯、这个地方是放这个的。嗯。懂吗？啊、哦。嗯，两个一起放。对，这个就可以拿下来放这边，这个放这个盘子里面。嗯洗好了以后，这个是没有。就放这边，然后哦对。就是放这，嗯，就是放在这边。OK， 好，这应该可以了。好，谢谢。